华为手机流量被限速了，怎么解除？运营商推出了不限制流量的套餐，使用多少流量跟费用也没有关系。那手机流量限速该怎么解除呢？首先在手机上找到手机管家并打开，在主界面点击流量管理，设置套餐将无限流量开启。限速额度填好并确定。再点击下一步。根据自己的电话卡来勾选相应的选项，最后点击完成就可以了。这就是华为手机流量被限速了的解决方法，你学会了吗？